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新马 Production， 我是 Jack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。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业配或干嘛，我只是单纯就想要来看看，就是来做一些无聊的影片嘛。对，来看看效果如何。那现在来做的事情就是贴膜，因为我在玩那个，就是我用手机在玩游戏，我只有玩一个游戏啊，就是 CGSS， 就是那个偶像大师。灰姑娘女孩，对，我就玩 in game 的，我主要都是玩 in game 的，所以说我是希望说我的手机能够滑起来更好滑一点啊，要不然的话这只手机的性能本身就已经很弱了，然后就又难滑的话就变得很悲剧，所以说让它好滑一点的话，应该至少能增加一点点技术嘛，对，那我现在都是在 master 左右徘徊啦，然后 master plus 还是有点苦手，应该说很苦手啦，对。就是这样啊，可以看大家可以到现在看到我现在手机，我这是 Zenfone 3哈，是1520K 5.2 寸的，可以看我这里现在还贴着的是，大家应该猜一下就知道这个是 3M 的透明胶带，因为贴上去之后，咕噜咕噜啊，不是咕噜咕噜啊，应该说很滑顺，很 smooth， 好滑很多啊，所以说我在这样打的时候，方便很多。但这样子的话，会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画质哈。这边的画质真的是很差很差，因为它透光度不好嘛，所以说自然它会让那个画质变差。所以说我在网络上找了很多很多的那个荧幕保护贴，就是要找雾面的，然后又大部分的这种 2.5D 曲面荧幕的这种，又都是你知道都是半板而已，然后它只会到这里，所以你旁边这里都贴不到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麻烦了。其实真的用起来会蛮累的。不是用起来嘛，应该说也不美观。那你看我这只手机那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那种初音绿有没有？没有，湖水蓝啊，他们叫湖水蓝啊，这一看就知道初音绿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后来又找到这一款，我就不讲什么牌子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牌子啊。反正就是它标榜它是修复膜啦，然后它其实看起来就是软膜啊。它在这里有写说什么？你看它硬度媲美什么鬼？哦，耐撞程度超越玻璃保护贴有没有？哦，写得很屌这样。然后看他评价好像也不错啦，他这个贴的难度就算是比一般的保护贴高蛮多的，然后他还有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叫你去看，反正的话今天来讲应该算是有点苦手吧。哦，对啊，就1、2、3，他有一张小卡教你啊，比较那个方便啦，你就不用看 YouTube 影片，可是 YouTube 的话会有更多的资讯这样。不管啊，反正今天我们就是要直接来做了，我没有再管那么多的，反正能看他贴多漂亮啊，因为它软质的，所以它就比较容易做那个满版啊，比较容易看起来很服帖这样。这应该怎么撕啊？那上面写什么？自动修复，减少指纹哈，就不要它这个叫做修复膜，就是好像什么，你只要那个，你就算手在上面刮啊、划啊、干嘛，留下痕迹啊或干嘛的，放一段时间，它好像就会自己恢复了，蛮厉害的，自动修复哦。这样标榜的，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。OK， 很简单，就一张膜，然后里面什么都没了，然后又是小卡的样子哦，又有了小卡，这个嘛，酒精棉片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块布，这一块就是大概是我们的膜了。它现在好像是有点像三层的状态，一二三，有可能四层啊，我不确定，反正感觉真的是蛮多的。那这里还有一层，这不晓得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就看这一个吧，它里面拿出来的。那包装内容有什么？贴合字据、除尘贴。除尘贴的话，它刚刚是粘在那个它刚刚是粘在那个什么泡棉袋子上面，然后它现在就整个烂掉那怎么办？这什么鸟设计？那上面都还粘着那个，那这样要怎么用啊？这样没有除尘贴了。没关系，有一招更好的，我拿实验胶带就好了。实验胶带根本超好用的。包装外带，荧幕保护膜、擦拭布、酒精棉片、除尘贴、贴合字据。哦，这个叫做贴合字据的样子，很奇怪的这个形状的。清洁手机荧幕，酒精棉片。首先使用包装内附的酒精棉片擦拭荧幕。好，就是先把那我们就先把套子拆下来了，套在这边，然后实验胶带也撕下来吧。好的。这个就不要了，拜拜。好，可以看到这只漂亮的手机，真的很 shiny 有没有？这初音绿，不错。好，然后酒精棉片在这里。通常他们会说要擦得很干净，很干净。
那我就插，就把它摊开来插好了。哎呦，手机震动，插，有用是没用，就是别碰自己搞插进。好的，这样应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步骤二，清洁手机屏幕擦拭布。前面清洁完后，再用干的擦拭布擦拭整个手机屏幕。细缝必须特别注意，就是细缝，那边框的细缝都要小心一下，就真的不要残留任何东西在上面。这真的擦得干净吗？我很好奇，这布看起来也那么干净啊。我猜我擦的没错，它真的不怎么干净哎。这怎么可能擦得干净啊？对啊，其实他们示范影片也擦蛮久的。好啦，因为我这手机已经裸机太久了，所以有一些刮痕应该是没办法了。可以看到真的是很多刮痕。这为什么这里越擦越脏啊？搞什么？这不对吧？有些地方根本越擦越脏啊，搞什么？擦，好像比较干净。这样看起来应该确实是没有指纹啊。对，应该是很干净了，这样就很干净了。OK。在第三步呢，清洁手机屏幕，最后使用除尘贴啊，就没有除尘贴。OK， 这时候就用到我们的秘密武器，哒哒，怎么样 ？Scotch 水印胶带。那这个时候就这样，它这个胶带真的设计超好用的。然后我看，因为这边都凹痕了，所以就刚刚用这边来做那个，来做一个握的地方，它就变成这样。OK， 现在也要用这种完美的。完美的方式，其实我也没看到什么灰尘啊，说实在的，轻轻擦过一次就好，不然的话又要留痕迹又很麻烦。差不多吧，没有什么灰尘啊，对啊，像有一点，水印胶带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哦。OK， 好，就这样吧，第四步。对齐手机屏幕，将 TPU 修复膜对齐手机屏幕的下孔上下孔位。对齐后，请用手指压住修复膜，使其固定在屏幕上，并将修复膜下方的离型膜小心撕除。离型膜撕除后，确认孔位没跑掉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用 ，OK， 我大概懂了。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这样，先对齐嘛。其实它好像也没有完全满版哦，就是几乎满版而已啦。说实在，哇，我这样膜会不会又有灰尘上去？好像没有，这个膜就真的蛮干净的了哈。这确认一次有没有灰尘哈，应该是没有啦。OK， 现在就是对齐这个孔位。这真的就是蛮有难度的啦，可是它已经设计的就是很那个很亲民了，基本来讲。所以你要相信手术这样看的话，还是有点恐惧的，因为我手机上的话，只看它的几个点，我会上去，又下去。这真的要调好几百年哈。这样子的话，看起来是另外就是整张的建筑。下面有点油，下面有点油，下面还可以，这样子的话行吧？可能看不上去一点，我到后面歪这边吧，这边刚好就是红灰的那个。完全贴哦，这个很漂亮，应该就是这样子了。这样子的话我还能接受，这样孔位看起来是很齐的。好，这个应该就是最高难度的地方了。那你下面真的要握得很好，轻贴上缘，好 check 一下。下面是正的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它就已经固定住了。下面等一下就会自己粘上去，就得才对。我觉得还是有点歪啊，怎么办？这样可以再撕下来重粘吗？其实是可以的。我真的觉得我会把这张搞坏。它变形了，我注意到。真的。有，可以。现在反而变下面歪，干，这真的太困难了吧？这啊，整张膜都在变形了，五秒，最后一次了，不要再让它歪了，别歪了。好了，我觉得就这样了，因为它还是会有点偏啊，不然真的说到很完美啊，这实在是太困难了。就这样吧，然后再来应该就是用字据吧，然后这样子整张撕起来，再 check 一下，哦，我看到灰尘了 ，shit。
应该是没有了。好，这张纸箱，就这样，给它放下去，给它推，然后就放着给它推就可以了。就这样就贴上去了。哦，看起来其实还不错嘛。那气泡怎么说？记得出点力气。较小面积也可以用指腹，记得一定要用内而外推散气泡。现在看起来的话，这里都是气泡，因为刚刚贴的有个失败的。哦，就是一直推，欸，其实好像还蛮容易推的啦，这个。啊，这里怎么会脏成这个样子啊？它其实可以再撕下来哈，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撕下来的时候你要用，对，这样子比较好。这怎么看起来有点湿湿的那种感觉？说实在，很奇怪啊。哦哦，那一层膜在里面啊。哦，这一层还是外膜啦。好的，没有把这一层外膜撕掉吧。哦，这样看起来是挺漂亮的。接下来我看看有没有办法，就是推得掉这些气泡。哦，这触感很好哎，说实在的，你其实是可以把它撕起来的啦，因为它那个什么，它有自动修复的功能，所以说你不用太担心，就是它会烂掉。啊，其实它烂掉啊，不是吧？这上面几乎完全毁了，说实在的。啊，变形了，真的是哦。不会用。如果你有办法给别人用，还是给别人用吧。说实在的，这个才是。快疯了！快疯了！你现在算了，觉得越弄会越失败，欸，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。但是我觉得真是办法，真是把它弄好，真是把它弄好。别这样子了。好像是比较好，但是你看它变形了 ，shit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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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且可以发觉到上面又脏了。你那个手脚速度要蛮快的哈，不然它真的是就会留一道那个痕迹在那边。我觉得人不能要求太多。我竟然贴了25分钟 ，What the fuck！ 而且还是贴得很悲剧，还是贴不好啊，搞什么鬼啊！哎呀，啊，就这个通透性来讲的话，是我觉得跟以前的那种雾面保护贴没什么差哎，就是也没有感觉到透光性说非常好。就感觉还是有点稍微有点糊，但是就是跟玻璃保贴还是有很大一段差距的，你没办法期待太多。说实在的，这技术真的太高了哈，这真的不太适合就是一般人来尝试。也许是我手太笨拙了，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尽力了，真的是尽力了啊。为什么这边会这样？是手脏的关系吗？那如果是的话，这真的没救了。嗯，对，真的是那个手一直摸那个保护贴。算了，我觉得有其功效就不错了。这样子的话，至少看起来就是比贴一张那个实验胶带在那边好多了。但是这个几个气泡，搞不好它过几段时间又会自己消失了。说实在，因为其实你一直去压它，它也是有机会消失。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你，认为你想要满版，然后又想要雾面，然后你认为你自己手很巧的人。比较适合挑战这个保护贴啊！哎呀，为什么变成这样变形了？搞什么？先看上面，到处都是那个，为什么？这边，没错。
OK OK OK， 好了，上面就是做一点点那个海洋的那一种的气泡效果了。这实在是，这真的是没多啊，恭喜的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这样看起来是还也不会说太难看啊，这个、啊、看背面就好了嘛，背面才重点啊，对，这是手机的背面才重点。对啊，它这一家的话还有很多款式了，但是我那关键是你修护膜一 Google 应该就有了。所以我也不用讲什么是哪一家做的，像他这样雾面反光不会炫光、哦、很好，因为真的是玩游戏的时候你炫光的话很麻烦的。那我现在就开个 CGS 给 CS 给大家看看好了。边录影边玩呢，玩得不太好，请见谅。只是来测试一下它滑顺感，目前感觉是就是你有流手汗的话，它还是会破功，就是没有变得没有那么好滑顺啊。毕竟它是软的哈。还可以啦，还不错哎、欸。其实我右手有点流一点手汗，其实还算有一点点不太滑、啊。左手没有流手汗就真的很滑了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滑起来还是可以啊，比那个干净的那个裸机还要滑顺。对，还算可以、啊。这样其实算蛮值得的啦，我觉得，毕竟它是满版的。只是你技术真的好一点啦、啊、不然真的给人贴比较好，说实在。那其他整体部分表现的部分其实也不错啊。啊，注意就是你手有点点潮湿的话，其实也没有那么滑。啊，但在防眩光的部分的话，整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毕竟就是雾面嘛，所以说不会像那个镜面来的那么眩光那么严重。这样子的话还是算是有好处的。对。大致上就这样啦、啊、那有兴趣的人就自己去搜寻看看修复膜吧。对，你看刮看。然后几乎都没有痕迹，有痕迹的话，它也会不久就消失这样子。那也不怎么容易留指纹，会留手垢啦，大致上还是看得到一些手垢之类的。那这个没办法，这是什么？就算再贴多屌的多屌膜，都差不多会这样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废片拜拜。